个优良的作品。好，那这些优良作品的话，有我们平面设计的特优作品有三件。好，那我们的小书绘本类的话，有特优的有九本，好，优等的话也有九本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绘本的一个特优的作品也有12件。好，那一共有33件的作品，好，会在我们的永华市政中心跟明治市政中心分别来做展示。好，那在我们的明治市政中心就会在今天开始，也就是12月4号到6号，好，会来做展示。好，在我们的明治市政中心的1楼大厅。好，那在我们的12月10号到13号，会在我们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中庭会来做一个成果展示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，好，鼓励我们台南市的老师们，好，鼓励我们的孩子勇于创作。